又回到我们的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这样，我帮你报仇，我帮你报仇。好，演一场戏，嗯，就是就像大武生里那一场，山为家的耳光。我演大 S 那个，你是大 S， 扇他的耳光，然后他歇斯底里的讲一番话，每个人都歇斯底里的说一句话，说一下真心话。对，维嘉，你又变胖了。是要说实话的呀，你昨天还说我瘦了，你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吗？看你还表演魔术。何老师对韩庚打一巴掌，我什么？对韩庚打一巴掌，你没歇斯底里过呀？来吧，弟弟，因为打到他那儿打不下去就没意思了。你们答应我们的新专辑呢？我们是傻子，演唱会呢？刚才也看到我们有魔术的部分啊，然后有演技的部分，武打的部分。总而言之呢，我们是非常非常期待我们韩庚在大武生当中的表现。好，来，我们掌声鼓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9月9号上映的大武生。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运动的主题。刚才韩庚说过，你在读书的时候是学校里田径队的，对不对？对，田径。对运动这件事情，你在行吗？我还挺喜欢运动的，尤其是户外。他挺爱运动的。维嘉也爱运动。对，维嘉是我们快乐家族里应该算是最爱运动的一个人。啊，你好像最近迷上一种运动是滑雪，对？对，滑雪我很喜欢，不管是在北京啊，或者去回老家滑呀，还是去国外滑呀，我每年冬天必须要滑，我已经滑了8年。嗯，你知道我们那次一起去旅游啊，滑的是那个翘，那个双翘嘛，双，对，双板，他滑的是单板，很帅的那种，就有点像滑雪，滑雪那样，很刺激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运动方面的大比拼，将会有我们请来了两支非常厉害的体育团队。那在这两个体育团队的表演过程当中呢，会有题目要考验你们。如果输的那一队就会接受非常非常之残酷的惩罚，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惩罚。那这两队呢，我先把队长指定，接下来的队员呢，就大家各自自己来站队。那一个队长当然就是我们的韩庚同学啦。还有一个队长呢，就是对韩庚的魔术一直都不怎么感冒的维嘉同学。接下来剩下欣欣还有娜娜和海涛，你们就要选择队长来站队了。在这之前，两位队长能不能先发表一下你们的这种就是宣言，让队员们能够？你也是吧？你要选吗？我是那个主持人。那两个队队员不平均。就是啊，这样才有意思啊。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你成为你的队员？放心，跟我走，没错的。好，维嘉你呢？这没有什么。你快点说。你们就忍心看你们的兄弟这么被欺负吗？我们就觉得太怂了。我们快乐家族都在这儿啊，肯定是他们都会站在我这边啊。那这不出所料的，不一定。那个小区是我挑的，然后我们住在一起，物业费我跟大家谈是免费的。今天没选我，物业费就要交了。你们站在这儿，佳佳站在那儿。首先，我们看一下海涛的选择，你要跟谁一队？你们要不要争一下我？什么？我们可以不要这名字。我们是可以拒绝，对不对？先对，可以拒绝，队长可以拒绝。好。好。我怕被拒绝。佳爷，我跟着你。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拒绝你呢？我也是选这个。我不拒绝你。后悔了是吧？我以为你能拒绝我呢，我就去那边了。你要跟我吗？
要不要跟着家也免物业？好。好耶！下面欣欣，你要站到哪一队呢？我选韩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海涛帅。哦，真的哎！哇，他玩游戏，只要跟海涛坐航班，绝对会晚点。他没有一次是，我跟他坐飞机晚点6个小时，还不发饭。昨晚上是运动，好，是运动游戏。那也挡不住，真的碎了。好，我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名队员了，而他的加入呢，将会导致两边的力量不均衡。那这一位谢娜小姐将会选择谁呢？娜娜，我们需要你。哎，我想起一个方式了，你拉着他俩的手，你要站到谁那边就举起他的手，好吗？我要说几句话。其实，好知性、哦，我一路走来。其实。我深深的爱着佳佳，但是大家都知道海涛很衰。你们竟然异口同声。其实我是觉得吧，人不可能永远衰，所以我其实也相信海涛会有好的运气，但是今天海涛的胸口上带了一口钟。我可以选择站队吗？我没有办法。要加盐你跑我这边来吧。对，还有一个人一边。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选择。哇！难兄难弟。好，现在我们有两队已经产生了，他们手拉着手。传递着一种醉气。你为什么带着钟呢？你为什么每种声叮叮当无人他敢叫。好醉哦，听着。 OK， 队伍既然形成之后，再来互相说一个狠话好了，好不好？来，你们这边还有什么狠话要说的吗？我们没有狠话。你们这边呢？就一个字儿，醉。好，那我们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我们今天请来的第一个团队带来的精彩表演，而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呢，会有题目出现，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看了，好不好？来，掌声欢迎。掌声给我们旋风极限小轮车队的朋友们，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了。大家好，我叫任东元，来自旋风极限。大家好，我叫白洪涛，来自天津。大家好，我叫白光，来自旋风极限。OK， 所以中间那位超不像这种做这种运动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像上班族 IT 行业的。哦，他有一种书卷气。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发型，我可以摸一下吗？这个发型在刚才那么激烈的表演当中纹丝不动，
以至于吸引了一部分的注意力。还有两斤发辣吧？两斤发辣，对不对 ？OK， 好，我下面会问一些问题，当然你们要感兴趣也会问一些问题，因为等一下我会用抢答的方式，答对了就要加一分，答错了就给对方加一分。智力竞赛啊！晒晒。首先问一下好了，这个车子为什么没有座椅？啊？哎，我的车没有座吗？哇，演得好好啊！你看到我坐了吗？好做作，好做作，怎么会丢了呢？白光没有话筒，他只好干演。也没落下。演着呢。还负责哑剧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什么？是后来被你们卸掉的，还是本身这种就是没有座椅的？是这样，没有座就可以便于让我们做更多的跳跃和一些花式的动作。哦，不然中间要有一个会卡到。对对对对。是不是很贵啊？一般多少钱吧？还行。800块吧，最便宜的啊，最便宜的。像您这个算是好的还是一般的啊？这上面有你自己的名字，你眼够力的，别人也看不走的。运动为什么会？这是你自己弄的还是？哦，这也有，这也有。对对对。哇哦，所以你这是有改装还是他们厂家专门因为你很厉害专门为你弄的？这个是2008年在鸟巢那回给定做的，是采用一种航天的材料，很轻。哇，真的很轻啊！可以试一下，就是钛合金的材料呢，就是钛合金。对，钛合金的材料就是100年、1000年都不会腐蚀。真的超轻的耶，跟我想象的。所以，那我问一下，价格30000元。哇，好贵哦！30000块的车都没椅子。没有，你要加椅子就不30000了，要我了。这个是原来你们是一开始就是玩这个，还是比如说原来只是喜欢玩一些别的什么？这么着，你看一下这边这个最腼腆这哥们儿，他是特警。哎，白光是特警出身。哇，但你现在还在做特警吗？已经退伍了。哦，退伍了，现在就直接加入到旋风极限。他可有来头了，他是我们团队里的大财主。白光，你很有钱。富二代。对对，绝对的富二代，有山有地，还有牛羊。你是大脚的孩子。哦，这是白光的身份。那既然话题都在他身上，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话题？因为要让别人说他内向，他对啊，我弟的很烦了。那问一下白红他好了，你之前是做什么的？是真的像维嘉说的是 IT 行业吗？你猜呢？白洪涛之前是做厨师掌勺的，经营了快餐店，是这样的吗？是。对 对。哦，原来你是厨师。对。现在还在做吗？快餐店？以前在做，后来加入旋风极限之后就不做了。所以你们现在是专业都在做这个？专业做这个。啊，那你呢？我原来是学艺术的，唱歌还是跳舞？是不是？是画画。哦，画画。哇，这个跨行跨得很厉害。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进行抢答了。知识赛游戏规则，在裁判说完3、2、1开始之后，双方进行抢答，再由裁判宣读问题，答对者记一分，答错者对方记一分，5局3胜。失败队将集体平躺在地上，接受紧张刺激的自行车飞跃5人的惩罚，惊险程度5颗星。3、2、1开始，下去。吓死我！他们有战术，他们用了战术。请问刚才表演的自行车团队一共有多少人？3个。回答正确，加一分。大一开车。好，维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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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BMX 的英文全称是什么？哪三个字母啊 ？BMX。宝马的妹妹，那 X 呢？对啊，宝马的妹妹啊。我来。对方加一分，2-0。我想出就是正确答案吧。OK， 好。因为我是在中国，所以我讲一下翻译过来的英文全称，翻译过来就是自行车越野。英文是怎么说呢？那就等我在美国再回答大家。问一下任东元好了，这个 BMX 的英文全称是什么？Bike Motocross， 然后是70年代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开始盛行，就是自行车越野的意思。Bicycle Motocross。下一开始。无限无限，哎。哎，柿子海涛吧。OK， 好，我们
别这样，真的是无心，真的是无心上来的。我知道你们这样，你们以为评委是干嘛用的？谁哪里有评委啊？后面三个啊，你们觉得是哪一队？你们觉得是哪一队？来，我让最内向的那个，你们都先都下来。白光，你看到是谁第一个冲上去的？不是吴昕，吴昕女生嘛，你是男生是不是应该就是吗？我不敢说了，这点出息。来，白洪涛，你说是谁啊？谁第一个冲上去？我看见貌似好像又是男的，又是女的，具体的好像没太看清。又是男的，又是女的，就是海涛啊。那就再来一次好吗？好，那就海涛吧。来，请问三位队员当中谁的女粉丝最多？请说出他的名字。白光，应该是队长，队长任东元。OK， 3-0。好，来。还有几道题啊？还有几道题？白光啊！还有两道题啊！还有两道，不答了，不答了。你们现场，你知道韩庚多羞辱我们吗？啊！他说还有多少题？还有两题，我们不答了，因为他们已经三了，我们再答两道题。还上来？也是翻一下。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3-1，我还没说开始呢。一。娜娜，你给人留口饭吃呗。3-2，这也就没上来。一，开始。你真的是，你真的是，满姐给人留口活路，是不是？你真的是我见过的速度最快的已婚妇女。还没有，还没有。好，娜娜，请问，请问。三辆车当中最贵的是多少钱？3万。回答正确，4-0。好，请下来。3-2-1，开始。好好，回家。请问，白光老家到底有多少产业？知道。有山有水有牛羊，有农场牧场，还有两条臭水沟。他有艾特的爸爸妈妈。这个看。还有三个好朋友，对，回答正确，耶，4-1，输的是维嘉海涛。接下来，输的队接受非常残酷的惩罚，由人气最旺的队长任东远执行，惩罚的项目是飞人。哇，这最恐怖了。队长，你说一下怎么安排？怎么安排？要几个人？既然两个人，那两个人一起来吧。两个人一起来，对不对？好，他们要做什么？我跟你说，你看，衰，形象。来，我们先把这台子撤下来。来，辛苦啊！现在队长在认真的计算设计，说明这个惩罚是有危险的。在这儿，来，海涛，让你去。咱去歇一会儿。这是头冲观众吗？对。头冲观众，难兄难弟一起来吧。难兄难弟，没事，我佳爷我都是追别人忘自己。你赶紧的吧，你这么宽的身体增加了难度。这样吧，躺着吧。嗯。买保险了没？就只有两个人，还可以再加人吗？韩哥，一个已经顶两个了，已经一个顶两个了，是不是？韩哥其实到中间也还可以。哎，这个。我们压缩一下，你不能这样，因为你那高度又增加了。哎，我们带上了。对，加上我好不好？我在哪？我在哪？我在涛涛旁边还是在佳佳旁边？我在这边啊。小白，吴老师吗？啊吴老师不用还能加人啊？对，可以挺这么多人。来这边，这边。真的不会有危险吗？这边。太危险了。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最危险的位置？不是，他从那边飞，那个其实这个惩罚呢最危险的是白光，是不是？对，其实这个惩罚不是老师来起的，我来起的。啊！哎，你躺下没关系。我没买保险。没。你家还有那么多那个产业，等着产业等。我真的有点怕。啊！太恐怖了。哎呦，我尿都要出来了！结束了吗？我们还活着！还没演呢，还没开始呢。再一次吗？
心脏还受得了吗？这个头发真的很硬。何老师，何老师，别走。让人投注意。谢谢大家。太帅了。你刚才第一次那个失败是做戏的，对不对？为了增加那个气氛。你看，这像是做戏吗？哎呦，真的，他在抖哎。那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我们要看看待会的表演。下面，第二轮，刚才第一轮是知识赛，第二轮每队派一个代表出来体验。体验赛游戏规则：双方派代表出来挑战 S 型障碍赛道，谁骑得更远为胜利方，失败方将接受紧张残酷的切菜惩罚，平躺在地上被自行车在身体的任意部位进行跳跃切压，惊险程度还是五颗星。 OPPO Real 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韩庚挑战一级惩罚。本由刺激的空中飞人表演，当然考验也要升级。那首先呢，你们偷看答案。快看了。对啊，你们我也没有啊。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你远点，你也远点。三。你远点，远点。啊，远点。惩罚是让你体验冲上云霄一般的感觉，好危险！还有十八铜人终极惩罚，作为压轴大戏，江湖上传说当中的胸口碎。欢迎回到我们的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要我的自卫，一粒又算是我的大力支持，谢谢。体验赛游戏规则：双方派代表出来挑战 S 型障碍赛道，谁骑得更远为胜利方，失败方将接受紧张残酷的切菜惩罚，平躺在地上被自行车在身体的任意部位进行跳跃切压，惊险程度还是五颗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韩庚和维嘉他们俩谁能够走得比较远，一共四个障碍，谁能走得比较远？右手前刹车，左手后刹车，轻捏前刹车。熊出没，人注意。慢点，慢点。好，现在适应了一下，开始了，开始挑战。只有一次机会，输的那一队也要接受惩罚。哎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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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样的，好样的，小心小心。哇哇哇哇，哦，控制力相当好哎。完成，几乎完成了，最后碰到一个完成。 OK， 好，为你们的队长觉得怎么样？最棒。你是哪队的？我说你一定是最棒的。好，接下来佳佳上了啊，小心啊佳佳，注意安全。上吧，啊，先试可以试。耶！哦！耶！那你要开始了吗？我们赢了。你有这个就算你正式的表演，对不对 ？OK， 大家说赢的是哪一队？就应该扔下去。这样好了，我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平复你心中的怒气，我们让海涛骑一轮。我同意。好不容易赢一次，那算了，那算了。我就是裤子撕开了。那接下来，也就是韩庚这一组要接受这个惩罚。这个惩罚，我听着名字都可怕，叫做切菜，怎么弄？来，你要我韩庚他们这队？咱们是韩庚这一组，几个人？还有谁呀、啊？
还有谢娜和吴昕。我不是这组的。你变得也太快了。变得太快。已婚妇女是不是都这样？真的是说得出来。这绝对是一个心跳的旅程。我想问一下韩庚，你觉得是你上呢，还是？我是队长吗？我来选谢娜。好，行，谢娜，对。韩庚来，韩庚来，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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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已经说了，那我觉得美女可能会更合适。太漂亮了，不能勉强。好，娜娜要怎么样呢？头、脚。哦，躺好，躺好就行。然后呢？然后谁找我？很快的。没有人找你，没有人找我，幻听了，来回的跳跃，没事，台长啊，没事，行，他确实今天找我有点事儿。台长说赶快娜娜躺好，是吗？不是这会儿录节目呢，特别像神经病，你知道特别像。对我队长韩庚，你知道吧？他问我第一，我们是不是好朋友？是。懂一点。娜姐对你好不好？好。危机是不是你透露的？是。这个你还不帮我接？我来，好的，好的，韩庚躺着比我漂亮。韩庚，你讲优美吗？讲义气啊！谢谢啊！韩庚好不好？好。好。然后呢？睡美男。你看多有料啊！有话要说，来。还有什么话要说？啊？还有什么话要说？要交代的。啊，没有。不如把婚礼的地点也透露了吧。哎呀，不要啊！好，队长。跳180，还能说话吗？中间有一瞬间是停到只有走，我不录了，站着喊，走。哇！他们的重点都在拖，点都不在你录不录。对对对，好，可以，非常精彩。哇，这太精彩了！哎，你刚才一直睁着眼吗？什么感觉啊？他在我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了，因为太近了，真的。哇！那你觉得我能承受？可是我问一下，我问一下队长好了，你真的有那么十足的把握吗？说这个环节，我练习了3年。啊，有失误过吗？有失误过，但我没失败过。失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东西？可能切着头发了。哦，所以你刚才不想让韩庚来参加，也是你怕伤到他，对不对？对。那你不怕伤到娜娜吗？但是娜娜她结实，我对她比较情有独钟吧。就是如果我知道了。潜台词就你是他的菜，他想切你。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惊险的表演，也是非常这个刺激的一个表现，这是一种很时尚的运动哈，当然也很多技巧性，所以在这里要特别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说，不能就是盲目的去模仿，一定要非常有系统的专业的指导，对不对？我们再一次谢谢三位，谢谢。刚才呢，车轮在脸上切来切去的感觉确实是非常刺激，但接下来这个表现呢，可以说是更是有高潮迭起的感觉。我们掌声欢迎怀化学院 DLJ 技巧啦啦队同学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Let's do it then.
谢谢。哇，同学们太棒了，来，我们两队请上来。那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偷看答案。他看了。对啊，你们我也没有啊。这一页还没有答案。韩庚一直在看你的台本。没有啊。我。你到底在说谁啊？不，其实是娜姐在看。我没有啊。没有，只有我这一份台本是有答案的。哎呀。一口气叹的，真的是，原来还有这样的危险，我站这边来。你站这边。你等我。竞走比赛。OK， 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是什么团队，好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环化学院 DLG 技巧啦啦队。DLG 对不对？这 DL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队伍是在2007年建立的，我们第一批的队员就是用我们老师的那个名字的首音字母。这是老师的名字。我知道了，跟车牌拍车牌一样的。所以老师叫做段丽娟。不是不对，段男的男的邓丽君。解释一下啊，是两个 L D double 双 L L G 两个 L L J 林俊杰。好了，没关系，这等于是用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OK， 那你们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大，同学们？二十岁左右。二十岁左右，最大的同学有多大？24岁。猜一下谁24岁？应该是他。猜一下，第二个这位吗？就很明显，很明显。真的吗？对呀、啊，对呀、啊，他一直在那边，就是他跳的时候一直在那边装。装得很小样。不是，他们主要有一个舞蹈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每个人都是那种啊，你可不可以做一个舞蹈时候的那个笑的那个笑容啊？一二三。你24岁，你这不太适合这种了。很多啦啦队的表情就很丰富了，对，平常都是很萌的，对，一跳的时候。对，有了，对，让我们校草跟你们表演一个好吧？哎，我们先看评一个校草好了。校草肯定是他呀，没有比你更像草的。校草，我看好他。哎，你的眼光和我们这帮女的眼光不一样。哎，这样好了，我们来问一下好了，哪位是校草？其实是你们公认的校草。就是我刚才指的那个。是谁啊？是我们队长。哦，队长对不对？队长被公认为校草，万万没想到。他应该是有人格魅力。对，非常有人格魅力。我以为你是靠吃苦耐劳当上队长的。对。那你们有队花吗？队花是？我猜想。这里。哦，拿话筒的一个队花，一个队草。啊。太明显了。好，队长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傅廷如。那个对花你叫？我叫陈强。陈强？对。你们两个名是不是串了？是不是反了？那你还记得孟姜女吗？她哭恼过你。哭成强。好，那我问一下队长好了，副队长，请问一下，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加入到啦啦队？比如说在上面的尖子啊。在上面什么东西？尖子。啊，就是被抛到最高的尖子，尖子是一般是女生，对不对？对。最好是大概身高是多少？身高是1.6米左右的样子。1.6米，是不是越矮越好？不是。那下面那个应该不会是叫座子吧？底座。哦，真的叫底座？对。底座是不是像海涛这种最适合？哎，非常适合。真的？那我想问一下一个专业问题，他也可以当尖子吗？也可以。如果有他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那必须要四个像我一样的座子才行。你们之前参加过最大的那个演出是什么演出？就是26届大学生运动会世界。哦，你们参加奥运会的表演了？对，就是深圳这一届刚回来。OK， 好，我的问题已经这个采访已经完了，下面我要提问了哈。抢答赛游戏规则：韩庚队和维嘉队九啦啦队采访问题进行抢答，答对者记一分，答错者给对方加一分，5局3胜，失败队将接受啦啦队将其抛至2米高空的超刺激自由落体惩罚哦。3、2、1，开始。娜娜，绝对是娜娜。是娜娜，我绅士点好吗？娜娜，请问这个啦啦队的队名叫什么？ DLG。 不是，因为是根据他们的老师的名字而得来。他们是什么学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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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说出来，说出来，他们这个队的名字。怀化学院。然后呢？OK， 好，来，对方加一分，是，好，维嘉队加一分，加一分，队名是怀化学院 DLA 技巧拉拉队 ，OK， 我先说了 DLG 技巧拉拉队，谢娜请下台，海涛自觉一点，站到你们本来的位置，那一开始，我都没听见。我也没听懂。我们两个，如果他只有吴昕一个人听见，快到听不见。好，现在呢是海涛和维嘉队已经有一分了啊。请问，负责抛人和被抛的队员术语怎么称呼？鞭子和底座。一比一平，请归位。耶、yeah.。等会儿。远点。你远点。你也远点。三，你远点，远点，啊，远点。大家一开始，哎，掉，不掉东西了。他终没有了。我终于没有了。我一定会扳回一城的。对对对，这回又是娜娜。请问，大家不要提醒啊，十二个人当中最帅的男生和最美的女生分别叫什么名字？我们这边也可以回答是吗？可以。你帮着想 那那个来，来，反正我知道男生女生叫陈强，是个男生的名字。傅迪荣。女生叫男生叫傅迪荣，他们俩名字有点颠倒。男生叫什么？傅迪荣。傅迪荣。OK， 刚才呢维嘉不是刚才邓婷茹，邓婷茹。OK， 好，他的名字其实叫傅婷茹。傅婷茹。哎，我刚刚问了。好，二比一，维嘉队暂时领先。我们一三一开始。好，又是娜娜，请问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几几年生的？三岁。二。二十四岁。八七。回答正确，二比二平。三二一停！维嘉，这回是维嘉。请问，最后一题了，二比二平。他们最近参加的是在哪里举办的什么样的活动？26届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耶！回答正确。要惩罚的就是韩庚队，他们接受的惩罚是派一位队员被拉拉队抛到2米高的高空。Oh for real， 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下一节，海涛挑战女拉拉队员。婷婷，别说哥哥欺负你了。却被指责耍无赖。真有脸了，这赢了算什么本事？不是，娜娜要完成神秘任务。OK 的，好，我挑战。却被韩庚中途拦下。我来。究竟谁将接受终极惩罚，胸口碎大石呢？接受的惩罚是派一位队员被拉拉队抛到2米高的高空。选尖子。这个我们尖子是吧？那尖子还有矮的吗？要瓦解了，瓦解了，快来吧，快来吧！石头剪刀布。无尖子是最后一个出的，还输了。先扔矮一点。等一下，加油，来，这个值钱，我帮你拿着。加油。那这表我给你写。对。这卡子还要不了，给我吧。哎，这项链其实没必要用了。哎，腰带也不。别闹。衣服也是工匠的。唯一不值钱的就是你，好可怜。好，来，加油啊，继续。哇哦！只要你相信他就行了。相信他就行了，加油。好危险！你怎么腿都伸开了？好危
太像动画片儿，害怕了。哎，这个很好玩哎，我觉得。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们了。那好了，刚才维嘉一直在旁边说哇，好好玩，好好玩。我们欢迎佳佳来一个，好不好？紧绷起来。男生可以吗？男生可以吗？可以啊。可以，都可以。哟，起跳！你们不会抛我上去然后就闪开吧？你想，只有你这样把人想的那么坏。哦，把衣服换。大家多爱你啊，维嘉。加油，要飞喽！把脖子梗住，对对，二三四，抛我抛高一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就是横着上去又横着下来？我们总是被抛上去之后就会。对，因为有时候控制的力量方向不一致。何老师，你不会这样吗？啊，你不会这样吗？我，你说哪个？我来一个吧。你可以试试吗？来一个，来一个。加油加油！何老师肯定飞得最高的。耶、yeah ！把脖子梗住，把脖子梗住。Here we go！ 我们看得出你的努力，你真的努力想绷得特别直，有一个哥哥磕着我的屁股，抠了一下，哇，好厉害，好厉害啊，那一下，好刺激，真的真的，厉害厉害厉害，谢谢谢谢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有下面的实践挑战了。游戏规则：两队派出代表，分别挑战啦啦队的基础训练，失败的一方将接受最残酷的18铜人胸口碎大石。究竟谁会接受终极惩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能挑选女队员的项目，海涛来做。我们也挑选女队员。我们挑选男队员的项目，让谢娜姐来。OK，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好，首先女队员出列是谁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婷。啊，李婷，来，这是海涛的项目了哈。你们要做的是斗牛比赛。婷婷，别说哥哥欺负你了。没别的，就是根基稳。你说少无赖。怎么了？怎么了？对，用推的。啊！太要脸了！这赢了算什么本事？不是，重点是海涛要拖他的时候，这只腿先动了，所以输的是海涛。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韩庚这一队的挑战。我跟你说，我有话要说，那个我是女生嘛，然后那个我们队长让我挑战男生的、OK 的，好，我挑战，没问题。但是如果我输了的话，惩罚就要是惩罚队长。我来。OK， 好，我们派出这位男生，谁来？哦，队长，你要表现的是什么？做俯卧撑，俯卧撑，机长俯卧撑。好，我们看一下，队长做完还能做啊？来，啊、什么？再做一次，再做一次，我看一下。再做一次。这是段快板表演吗？挑战了人类的，这样好不好？我这么说，韩庚，你做三次，第一次在胸前拍，第二次在背后拍，好不好？第三次，哎，就是胸前一次，背后一次，是吧 ？OK， 你分两次做吧，因为那个啊有危险。好，背后有可能吗？啊！差一点哦，看起来吓人哦，这有点滑。队长还可以吗？他这个可以。那所以如果要惩罚的话，我们应该是惩罚海涛，是不是？哎，对。好。
哎呀，你别夹着我，你快去。谢谢，来，刚哎，欺负人女生。OK， 好，这样啊，你站到这儿别动啊。啊，然后同学们稍微往两边一点，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对，往两边，尽量那个。好，接下来再往后退一点。掌声欢迎十八铜人。我兄弟最后要说些什么？大哥，几位大哥都是熟人。OK， 够了，好来，熊熊，按下。谢谢十八铜人。还好吧？给我喝口水，让我吐出来。别演了。等一下，这一段我们到前面重新演一下，我帮你弄点水，好吧？可以了。好像是真的石头被敲碎了一样。打在他手上。他完还要握在手。这样，海涛，我觉得这样不好。你要先把水吞进去，然后先说，说完了之后，然后再喝再吐。那个话筒在这儿。那话筒在这儿，哦，先放到这儿是吧？先说说完那个喝啊，好，来，预备，开始。早就想到我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急。前面通常有明星就是喷的时候大家的啊啊，他们是哎呀。海涛，刚才这段表演我送你两个字，水货。好，非常棒，我们来再一次谢谢我们怀化学院 DLGA 技巧啦啦队的朋友们，谢谢同学们，谢谢。我们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大师兄上场，来介绍他的这个兄弟们，来。师兄都在这儿了，二师兄快叫大师兄出来，大师兄沙师弟快出来吧。看得出吴昕对于球类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我是武术苗苗班的。海涛，你是？我就是一个普通同学。吴昕呢？我是女篮候补队员。
女篮，是编花篮的。这个排球在哪里啊？我们待会儿给你。不行啊，拒绝了。哦，那个穿绿衣服的女生，你穿的今天跟我们这么大，一点都不配合。你不给就算了，你还摆臭脸。他刚才说不给的时候脸好臭，他就这样。还翻白眼呢。对啊，因为我们本来是想把排球拿回来让韩庚签个名再送给你的，你居然不要。韩姐特别配合。为什么不是我了？你刚才玩完了吗？我你才玩完呢了呢。怎么聊天的？这个游戏呢，音乐之悲壮。这个游戏呢，这游戏叫心灵感应。刚才你选了一张牌，我能从你的眼神里能看到这张牌。好，配合一下吗？不要闭眼睛让我看看吗？啊，那就你这个正面的交开了。啊，我们队里是有队规的，就是不允许谈恋爱。那如果你爱的就是队里的人怎么办？其实可以吗？男队爱上了女队。对呀，女队男生了爱男队。又要搅和，搅和不清楚。下周的晚，快乐家族为你贴心实现美丽婚礼梦想，最顶级的婚礼专家，明星好友现身说法，豪华伴娘伴郎团，最令人意外的婚礼蛋糕，最令人惊艳的婚纱，最令人羡慕的婚礼花艺，还有大牌明星们不一样的婚礼大爆料。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那就结婚吧，给你甜蜜之招。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的，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感谢我要我的滋味伊利优酸乳和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看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就支持韩庚吧，谢谢韩庚。